会从这里面给你不同频率的声音。当你有听到不同频率的声音，你帮我压手上的按钮压一下，放开。想测试自己的听力，到专业机构就能帮你找到答案。您现在测试出来，右边是27分贝，最小能听到的声音，那左边是18分贝。刚才做完听力测试的结果呢，只要是30分贝以上的声音我都听得到，这也就代表着我的听力是健康的。30分贝这是什么样的概念？大概就是讲悄悄话的音量。若是听不到，或许你已出现听损前兆。台湾就是以65岁以上的人口有350万左右啊，那这个抽样呢有大概110万人的有听力障碍。但是呢，佩戴的人口呢，大概只有将近不到20万。不止台湾，世卫组织推估，全球70岁以上约2/3的人有听力障碍，但佩戴助听器者却不到10%。听力危机让许多人的社交生活面临崩坏。我太太跟我讲话就很吃力，她讲一次我没有听到。第二次我说你讲什么，他就不理我了。助听器佩戴率为何低迷？因为昂贵又不好用。要花钱啊，不想啊。我朋友都买1边5万，2边要10万块啊。要叫我花10万，我觉得要买一只 iPhone 的比较好。主流的助听器技术采用降低噪音技术，把背景噪音滤除，但有时连重要的声音也过滤掉了。如果我只强调降噪，那我降的噪音就会把低频降掉嘛？那我降掉的低频的结果，我高频也本来就听不到，然后我又降了低频，那这时候我的听力就会很吃力。对此有了新突破，将人声增幅技术应用在助听器上。这种做法别说在国内，其他国家也是相当罕见。我们会把它认定成是对这个使用者有帮助的声纹，他在聆听的过程之中，他可以比较就是专注听这个对谈者的谈话内容。人声增幅是一种开发出来的程式，能从喧嚣的环境中分离出人的声音，将音量拉高，但并不过滤杂音。好处是声音清晰又不失真。比如说汽车的喇叭声，或者是这个警铃声之类的，好，那这个完全把背景噪音滤除哦，可能在这个真实生活里面啊是。不太切实际的。那它可以就是让苹果的手机，只要是 iPhone， 不管哪一代的 iPhone， 它就可以直接对它做对我们这个助听器做控制，甚至也可以直接听音乐跟打电话的功能。助听器市场五花八门，说穿了就是想把这块市场的饼给做大。因为国内的助听器市场目前还是被国外医材大厂把持，价格自然也亲民不起来。助听器绝大部分是进口。好，台湾呢，有其他的制造厂，但是他们是也是为国外的一个代工啦。面对国外大厂压倒性优势，吴志贤是国内唯一自有品牌的助听器厂商。他找来这位陈伯如，是声音技术的开发业者，两人首次合作，一位负责硬体，一位提供核心技术，为助听器注入灵魂。其实声音这个世界是非常的随机，而且非常的变化，一直都在变化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就会需要一个，比如说一个引擎，让使用者就多了解使用者的环境。科技是冰冷的，但经由客制化，助听器多了智慧与人性，让听损者重新听见世界。